耶和华求，我犹原伫伊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伫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灯。只是请咱三甲起立来坐下，主要所说教导咱的新的改变。新的改变，领着尽心尽性尽力，拿出你的聪明，这也是我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一个也三心就是讲，领着听出你心就合意，真了解是分文化甲真理的讲论头。我用新的改变给你，就是领着三听，亲像我来听你，领着阿弥三听。你若三听，听人就会对阿弥知，你是我的神。就是请咱三脚右脚徛下，咱三脚按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，让咱当安然徛起伫这地面上。感谢你将主爱赏赐予阮，予阮时时会当享受对天来的稳定，包围着阮，看顾阮。感谢你予阮日日想念你，时时经历你对阮的疼。虽然世界一直在改变，环境一直在变化，总是阮的心犹原要坚定大声地讲，你是阮独一的真神。恳求你帮助阮，除去阮心中一切偶像，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你。来侍奉你。今仔日也是阮2015年上尾一个主日，回顾伫过过去的日子中间，虽然阮失去，总是阮嘛有得到；虽然阮拄着艰苦的事，总是阮嘛有欢喜的事；虽然阮的心有时会失望，总是阮的心嘛会得到盼望。面对着新的一年，恳求你继续带领引导阮每一个人以及阮的教会。扶持帮助我无偏离你的道，也赐予我伫生活中有智慧，予阮的心中有真正的疼，用喜乐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一切，也赐予我每一个人，也甲阮的教会真多合你心意的行儿女。感谢天父将独一的圣子主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世间每一个人，我们当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真多新造的人。也阮的教会伫顶礼拜有庆祝圣诞十二礼拜。伫礼拜五有圣诞的活动，恳求你祝福阮每一间教会伫即个节期中间所有活动，也拢会当因为主的恩膏来得到丰收。祝福每一个人也每一间教会真多合你心意的器皿，予阮的服侍充满困难，予阮达人，阮的逐间教会拢献上无底饼能买伊的心，予主使用。恳求你也祝福较无找求你的人。那我们从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你的手中，祈求圣神三加同同在，也我们嘴所讲的，我们心所想的一切，在你面前得到感召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透早出去请工，入伊的葡萄园，甲做工的人约一日一千文，就找因入伊的园。九点的时出去，佮看见有佣人徛伫过期内，就甲因讲：恁入去葡萄园，我要照公道予恁。因出去第五站，十二点到三点的时间出去也安尼做。五点的时出去，佮拄着有人徛伫。就甲因讲，恁请使通灵佣人徛伫遮。因甲伊讲，因为无人请我。伊甲伊讲，恁去葡萄，恁也去葡萄园。第八节到日暗，园主甲伊个管家讲，叫做工个予因工钱，对路尾来去到财神来个位置。
遐个五点钟所请请的到，大家领一千元，第十载。但先请的到，因拍算要领较侪，毋过因然大家领一千元，领了就对家主毛毛念讲：，我通日拖我受力，遐个落尾请的工做一点钱久，竟然互因甲我骗。十三载，伊就对因一人应讲：，朋友啊，我毋是无功德发财你。你敢是甲我要钱文吗？你的你摕做入去，我要予这个落尾的甲你面十五十，用我的面惊我所爱减袂做的，也是因为我做好，你的目测十六十，亲像安尼，落尾的要做大生，大生的要落尾，愿上帝赏赐咱大人智慧，并便利会议对咱的加持。即时，咱三个来坐念今仔日的经句，也是。今年十四章三十节，给咱来引用经文。今年十四章三十节，心内安静是六地方名，万道是本来幽暗。咱搁三个来坐念一下，心内安静是六地方名，万道是本来幽暗。只是很。